有24小时生活，第25小时思考。我是李磊。前几天我听朋友说起一个民国时期上海滩大人物吃饭的故事。这位上海大哥十分迷恋家乡上海的小菜。有一次他去西安，当地政要知道他喜欢吃家乡菜里著名的活鲫鱼料理，但是西北哪里会有新鲜的鲫鱼？于是他们每天派人到180里路以外去采购，再运到西安来。每天招待这位上海大哥的酒席上，必有一道鲫鱼做的菜，有时是葱烤，有时是汆汤，让他每天都能尝到上海的味道。那么这位上海大哥究竟是谁？而让他如此着迷的上海味道，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1949年5月1日，杜月笙登上了荷兰籍客轮宝树云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在他面前的是他再也熟悉不过的16铺码头，他心里可能已经预感到，这次离开有生之年是不会再回到这片土地了。上海是他的故乡，在这里有什么是他最难以割舍的呢？杜月笙到了香港半月多年，以后头一个叫范默林回到，从香港再回到大陆来，就到德兴馆请了几个厨师，带着人一直到香港，特地烧本帮菜，再把了杜月笙吃了。所以由此可见，杜月笙对本帮菜的欢喜，还是可以讲到极点的。吴耀宗，浦东高桥人，他现在还住在镇上的老房子里。他有一个邻居，就是杜月笙。杜月笙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他3岁那年母亲病故，5岁的时候父亲也因病去世。可以肯定，杜月笙的童年并不幸福。杜月笙变一个孤儿，一所以呢到伊拉外婆屋里向去，外婆呢也是交关困难，吃了中饭要受夜饭，就这样子个人家。14岁那一年，杜月笙被外婆送到外滩16铺码头的一家叫做洪元盛的水果店做学徒。在那个时候，做学徒是最低等的工作，一般在3年之内是没有工钱的。初次走进上海滩这个花花世界，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一切要看人的眼色，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那一段艰难的时光对杜月笙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使他对16铺码头上那一个个本帮菜肴念念不忘，甚至影响了他一辈子的饮食习惯。杜月笙呢，一定会喜欢的是炒橘子啊，那么炒蛋、花泥、炒花泥，相当讲究。伊要吃的是，他要用本帮的味道来烧这个小菜，所以伊吃的么子啊？一只要色香味侪要到家，要求蛮高的。那么这个烹调的师傅讲呢，伊讲我是小心翼翼的对伊保护。本帮菜的兴盛几乎是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上世纪初，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上海滩，在这个华洋杂处的十里洋场里寻找商机，谋求发展。往来的客商将各式各样的家乡风味饮食也带到了上海，其中就有以油大、味重、色深为显著特点的徽菜。而这种浓郁又不失美味的菜肴，很受到16铺码头一带普通劳动者的欢迎，很快就流行起来。本帮菜也在这样的流行菜系中逐渐发展成型。草头圈子就是很能体现这种风格的一道菜。这个在当时很受码头工人喜爱的本帮小菜，它也是本帮菜草根本色的代表。说起来，这道菜的取材非常简单，所谓的圈子实际上就是猪的肠子，原本是丢弃不用的东西，但是在本帮大厨的努力下却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变成了一道本帮菜的经典之作。这道菜的主要材料猪大肠的异味很重，所以食材的加工就很见功夫。要先用盐和生粉反复搓擦，
再用葱姜黄酒多次焯水，才能将异味去尽，然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烧炖，直至软绵酥糯。做这炒炖其实呢，因为做饭起来我也好了考到你了，就讲好了考到你才能够烧这炒炖鸡。侬不要单单看搿只炒炖鸡是比较，还看上去没啥老难的，对吧？那么就是搿只炒炖鸡呢，炒这炒炖就介重要，对伐？因为炒炖要达到伊软糯细香，就讲这炒炖炒好之后呢，要按照阿拉师傅要求，要高温要求，就是要炒炖鸡翅炒好之后，内部的时候到两头高头达到。因为红烧圈子油脂较多，所以配上时令的生煸草头，这样既有圈子的肥糯厚重，又有草头的清香爽滑，很能体现本帮菜色香俱佳、味道浓郁、做工精到的特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本来源于其他派别的名菜也在十六铺码头上不断改进演变，以至于超越了原来的风味。这些赢得市场好评的菜式后来逐一成为本帮菜的看家名菜，而本帮菜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逐渐清晰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那就是后来深入人心且广为人知的浓油赤酱。作为当年最受欢迎的本帮菜，最高峰的时候，外滩一带从人民路到南京路短短1公里的距离，就开着300-400家本帮菜馆，德兴馆、老饭店、长兴馆、老正兴、老仁和等等老上海耳熟能详的名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当时还坐落在十六铺的德兴馆，正是杜月笙最喜欢的一家本帮菜馆。一定会喜吃的人家就是上海的德兴馆十六铺。有啥客人来要到德兴馆去，杜先生要吃点啥的，伊拉德兴馆里侪晓得。花枝啊，大乌参炒圈子啊，这个是逃不走的。炒水板，侪是该高级的。杜月笙在上海滩上发迹后，对于吃这件事儿是出人意料的讲究。他对菜肴的要求并不像其他一夜暴富的大亨那样一味地追求奢侈高档，他始终忘不了初到十六铺时艰难的日子，所以要求家中的厨师一定要会上海本帮菜的地道烧法，菜肴必须卖相精致、味道浓郁，甚至对于烹饪原料的处理，他也会要求必须足够的本帮。以那个货啊，招个马里的货就不热，就摆了冰箱。当时没电冰箱了，外头是只木壳子，里向是钢铸顶啊，是两块大一些个机器冰，每天早上送来的，这种叫冰箱。所以冰了海，冰到夜快度，伊拿伊出来，拨欢迎，拨了欢迎之后，台板里向把伊揉一揉，把伊这个滚一滚，烧的辰光，伊这个欢迎不好固执，拿熟的油去浇了这个。三个欢迎上头翻身，翻身叫，翻身叫，翻身叫，是拿所有叫熟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海本帮菜形成了一系列的看家名菜，而在这些本帮名菜中，有一道看似平淡无奇的菜最受杜月笙喜爱，这也是许多人都料想不到的。上海京剧院的退休老演员熊志玲今年已经85岁了，身体相当不错，天气好的时候他喜欢到外滩走走，在他的眼中，当年十六铺码头的往事仿佛并没有远去。我记得一直我来附近有一个地方就拉拉一打一打，我就是现在比咱们比这个咖啡馆有带动其他房子，这应该这个房子应该是就是杜月笙啊。好，杜月笙，杜月笙好一点，杜月笙。那么当中呢，就是老早500年造的，42批，上海43批房屋，买大的啥么，全部在搿搭批房。哦，来大大。特征呢是一厂，这个房子100年，这个要80几，80几年了。36年，1月1号，一个大年子呢结婚了，当时呢就请了一个堂会。党委里头有啥人呢？有四大名旦，有梅兰芳、陈寅恪，那么有马连良、周兴芳，
那么大家吃饭辰光是蛮闹忙。我那梅兰芳，梅先生有话，梅先生我什么都吃，没关系。陈延秋也不行，我什么都吃。问周先生，周先生，我们要来烧红烧肉，你们全点完了以后呢，杜月笙姐点了一个菜，点一个什么菜呢？黄豆汤。这个黄豆汤是最低级的。金定生就说，他就是跟他们说，梅兰芳，他说你们不知道为啥的杜先生要点一个叫黄豆汤，因为伊拉十六铺。那个时候不斗地的时候，最苦的时候能吃到黄豆汤呢，那就好样的了。黄豆肉丝汤，听着名字就知道这不是一道什么名贵复杂的菜肴，但是这道汤却把本帮菜中平淡而出奇、热烈而内敛的特点诠释得淋漓尽致。就是这么一碗简单的汤，它的烹调也是很有讲究的。烹调前，黄豆必须在冷水中浸上3小时，而汤料是熬煮而成的高汤，然后将浸泡过的黄豆和肉丝放入高汤中，用小火煨整整一个晚上。黄豆汤呢，虽然烹饪工艺不是最复杂，那么要经过要花大量的心思，要花大量的时间，甚至要花一夜天的功夫去收海，那个只黄豆汤慢慢地、慢慢地要煨出来。因为老早呢是烧那个煤球炉嘛，煤球炉呢烧好之后也好煨了海。以前呢，因为随着那个呢，现在烧煤气了，烧煤气呢，现在也呢，就讲要存在这个安全隐患，每天基本上买只黄豆汤比较少。这碗汤的价值不在于食材的昂贵，而在于烹饪时的态度和厨师的用心。一碗做工到家的黄豆肉丝汤端出来的时候，汤的表面必须看不出一丝热气。然而，当拨开汤的表面，出人意料的是一碗滚烫热烈、香气扑鼻的浓汤。这碗黄豆肉丝汤可能就是杜月笙为人处事的写照，外表冷静而收敛，内在滚烫而浓烈。这道因杜月笙而名声在外的黄豆肉丝汤，由于费工费时、制作不易而卖不出价钱，如今已经没有饭店再做这道菜了。流传了上百年的本帮菜还有许多传奇故事，本帮菜中的经典菜虾子大乌参究竟是怎样诞生的？传说中的大乌参烹调时有怎样的秘诀？就是要把火里烤，外头有人烤。本帮菜菜馆的辉煌年代究竟还能不能回来？本帮菜名厨将现场演绎红烧回鱼、八宝鸭等经典菜式，请继续收看《真实第25小时之本帮菜传奇》。杜月笙是本帮菜的忠实粉丝，除他之外，还有许多当时的社会名流也都喜欢吃上海的本帮菜，宋庆龄、蒋经国、鲁迅、周信芳等等，而宋美龄更是偏爱刚才介绍过的德兴馆。上世纪20-30年代，本帮菜原本是上海滩最大众化的食物，但是这些名人对本帮菜的喜爱，让这个平民化的菜式更具有了传奇风味。而本帮菜中最传奇的一个故事，要数虾子大乌参。黄洪亮经营这家本帮菜馆已经有些时间了，店内从格局、布置、菜肴都尽量保持着原来老上海德兴馆的味道。黄洪亮的爷爷黄志根在上世纪曾经是老德兴馆的经理，怀着对本帮菜的一份特殊情感和责任，黄洪亮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本帮菜的精髓传承下去。虾子大乌参，这是我们上海德兴馆的叫看家菜，也是传统菜，叫名菜，所以这道菜不管杜月笙啊什么都喜欢吃的。虾子大乌参对现在的上海年轻人来讲已经是一道比较陌生的菜肴，但是对老上海人来讲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菜。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客人他过来吃菜，他就点了一个菜，一个虾子大乌参，他是个老年人嘛，80多岁，开个乘车子过来的，就点了个大乌参，就吃了个大乌参。关于虾子大乌参有这样一个故事：1937年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之久，上海市内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对外贸易中断。法租界内有一家南货店生意清淡，
一批原本要销往东南亚的大乌参因此积压在仓库，老板为此非常烦恼。此事被德兴馆名厨杨和生得知，他对这个南货店老板说，他能用这个没人要的食材烹饪出一道美味。于是南货店老板许诺，只要能用干的海参做出美食，他将剩余的海参全部奉送。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求变，是本帮菜的一大特点。虾子大乌参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当时的上海人多吃河鲜，很少吃海鲜，而且大乌参原本外壳坚硬，难以加工处理，本来是不受上海人喜爱的食材。但是在本帮名厨杨和生的努力之下，一道传世名菜终于诞生了。先将大乌参置于炉火之上，把外皮烘焦，烤的时候掌握火候是最重要的，只能烤焦外面的一层硬壳，如果把里面的肉质也烤焦了，那这个大乌参就报废了。然后将烤过的乌参放入清水浸泡12个小时以上，让外壳自然脱落，再把海参放入清水中煮沸冷却，反复多次，直到海参的肉质变得柔软细嫩，海参的预处理加工才算完成。这个过程一般需要1到2天的时间。烹调时把准备好的海参放入油锅中炸爆，再放入鲜汤中焖煮。由于海参本身滋味淡寡，鲜味不足，所以要用河虾、鸡汤、肉汁等调和而成的高汤味汁。后来杨和生又按照上海人喜欢吃河鲜的特点，加入了鲜味浓郁的干虾子，使得海参的味道更佳，这样虾子大乌参才最终定型。虾子大乌参面世之后果然大受欢迎，一方面是上海人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海参，感觉非常新奇，另外大乌参配上虾子鲜美无比，回味无穷，一时间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美味。杜月笙到德兴馆品尝了虾子大乌参之后也是赞不绝口。但是呢，一切的大乌参要求很高，不是一般的现在所看得到的乌参，这个身上都有一粒一粒有刺，叫大乌刺参。上海本帮菜原本食客众多，用料普通，价格低廉，但是在杨和生、蔡福生等名厨的锐意进取之下，在杜月笙等社会名流的推波助澜之下，本帮菜也开始登堂入室，身价倍增。当时宋美龄就经常在德兴馆宴请贵客，而杜月笙更是去了外地也念念不忘家乡的本帮菜。有一年呢，就是杜月笙到香港，香港去了以后，他是上海的大行，当地有一个国民党就请他吃饭，广东菜上来了，一个梨子，就是一个梨子烧肉，还有一个就是猴脑，怪怪。杜月笙一看，妈妈呀，他要吐了，他说干脆谢谢，我就不吃了，马马虎虎动两筷子就摆在那边。回家以后呢，肚子饿了，家里说我说中午来这黄豆汤，哎，咋黑？我们南方人吃的干嘛的？当时的上海还有一家经营本帮菜的饭店，与德兴馆齐名，叫荣顺馆，这也就是今天位于城隍庙附近的老饭店。饭店开设之初是一家普通的夫妻老婆店，丈夫掌勺，老婆管账，儿子跑堂。饭店以卖草头圈子、咸肉百叶结、黄豆肉丝汤等经济型菜肴为主，很受黄包车夫、码头工人的欢迎。后来随着生意越来越好，饭店不断发展，至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了。老饭店的当家菜青鱼脱肺、红烧回鱼、八宝鸭等，现在都已经成为上海本帮菜的标志性菜肴。任德峰，中国烹饪大师，中华金厨奖获得者，上海本帮菜的第三代传人，现在是百年老字号上海老饭店的总经理。他亲手调制的红烧回鱼完全传承了最正宗的本帮制作风格，被称为一绝。长江回鱼是长江四鲜之一，作为一种洄游鱼类，回鱼只有在长江入海这一段才最为肥美，
而吴淞口的回鱼更是沪上一绝。红烧回鱼讲究的是烧成自来芡，所谓自来芡就是不加任何粉芡，完全靠火候来控制食材，使其内部的脂肪与糖和酱油进行复合，产生一种类似于浓厚油漆的，上海人称为蜡壳的效果。这种红烧功夫是本帮菜水平的一块试金石。上海菜嘛，我可以用十六个字来讲一讲，四季分明，需料讲究，重视火功、火候，原汁原味。原来的本帮菜把人家概念呢，这个浓油赤酱，但是伊交关里向清淡菜也不少，比如像扣三丝啊，荠菜、蟹肉粽啊啥。上海这座城市滋养出来的厨师，总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他们视野开阔，思路灵活。既能尊重前辈的心血，也不会放弃融会贯通。他们和上海这座城市一样，不断吸收着外来文化的气息，不断地改变自己，发展着自己。阿拉现在开国际性会议，人家吃上海菜，基本侪选了上海老饭店。譬如讲奥巴马到上海来了以后，侬不可能把国外物事吃，一个要方便。对外国人来讲，伊所有的物事，侬不要再被吐在台子高头。譬如讲像只回鱼狮子头，用长江的回鱼出人工鱼肉，随后伊个肉呢，勿好用高半截去打浆的，一定要用手切的。大闸蟹的肉烧人工荠菜，烧人工一种种，葛末也老有代表性。任德峰即便当了上海老饭店的总经理，仍然不放弃亲自去厨房指点。有口福的客人有时也有可能吃到任大厨亲自做的菜。人家有个台湾人讲，中国鸭子两只鸭子卖了最贵，一只是烤鸭，一只就是上海老饭店的金马八宝鸭。因为搿只八宝鸭呢，伊里向有十种原材料混合辣辣一道，蒸的辰光要4到5个钟头，所以搿只菜呢特别受人欢迎，老的、小的，包括猫包都要好吃。任德峰说，他想为我们示范一次亲手做这只诞生在上海的中国最贵的鸭子。这只八宝鸭的食材并不算十分名贵，但是它胜在烹制过程十分耗时考究。首先将莲子、板栗、白果、糯米等八宝料各自进行不同的预处理，然后将其填满鸭腹，直至紧实。封口焯水的鸭子要趁热抹上酱油，然后大火干蒸4个小时，方可使其达到合合为一的境地。5个小时蒸好了啊，现在出炉了。行，这个八宝鸭沉淀就好了，等一会儿还叫我蘸上。老饭店八宝鸭的诞生也有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老饭店正处于发展上升期，想方设法的在增加新的菜式。有位老顾客告诉他们，福州路上有家苏西菜馆做出的八宝鸡特别好吃。老饭店的厨师经过研究，灵机一动，把原料中的鸡改成了鸭，并用上了本帮菜的做法，于是本帮名菜八宝鸭就这样诞生了。不论是八宝鸭还是虾子大无身，这些名菜都准确地诠释了海派厨师创新的风格。因创新而成名的德兴馆也因此承载着一个传说，但是这家老饭店如今还是面临着一些无奈。解放后，德兴馆迁至小东门附近，后来又因为市政建设几经搬迁，如今这家老店1楼吃面，2楼才供应本帮菜。本帮菜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它的全盛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空前盛况？老正兴上海蛮多的，一个嘛叫是老正兴，一个叫真老正兴，唯一一家叫真正老正兴，三家饭店侪是本帮菜。本帮名菜糟粕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没啥功夫是蛮难做这菜。新时代的海派滋味中有哪些一脉相承的本帮味道？出锅要怎样
保持它的狮子头的表面的光滑，还有汤要清。请继续收看《真实第二十五小时之本帮菜传奇》。上海是个日新月异的地方，德兴馆最辉煌的年代已经过去，本帮菜也许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但是这种上海的老味道还是深深地影响着这座城市。华记名家小刘春山已经87岁，是姚慕双、周伯春的同辈艺人。作为地地道道的老上海人，他见证了本帮菜最辉煌的那段时光。今天他和妹妹著名评弹演员刘敏一起来到桂林公园，一起回忆过去发生在这里的大户人家看堂会、吃本帮菜的热闹景象。杜月笙啊，六十岁生日呢，伊要请到屋里向来唱堂会啊。他不是在饭店里摆酒席的，全部到伊屋里向来烧。但是杜月笙就是讲，一定要烧本帮菜。上来嘛，中国现在嘛是四只冷盆，四只冷盆，四只这个四只冷盆是双拼的，才平盆。双拼的，哎，四只双拼摆好，哎，吃。吃下来热炒，热炒才有点啥个热炒呢？有什么呢？炒花泥，炒花泥。那么刚刚炒肉乌，炒肉乌啊。那么把包辣酱，嗯，啊，那么炒鸡骨酱，鸡骨酱嘛，侪是骨头有啥吃的？不，刚没讲这个鸡骨酱，不是在骨头呀。为汤卷融水加糟卤，要烧了透底了为要。汤卷嘛，就是春卷摆在汤里了。啥个春卷不对个？不是个。汤卷了就是这个青。青肚来是一个，那么肚来是一个哎，肚皮里向的肚肠，肚肠，肚肠要铺开大干净，哎，家里向的肺，肺，这个肺叫脱肺，脱肺哦，这个肺扒了一道烧，哎呦，好吃都是，现在没了，哦，这个么子没吃过嘛，现在没了，吃不着了，吃不着了。80多岁的小刘春山和妹妹刘敏，对于很多事情的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但是对于本帮菜在当年上海滩的空前盛况，还是记忆犹新。上海这个吃上海菜的饭店了，哎，是蛮多的哦。一家上海饭店叫老正兴啊，老正兴，老正兴上海蛮多的。一个么叫是老正兴，一个叫真老正兴，唯一一家叫真正老正兴。三家饭店侪是本帮菜，侪是讲真的，哎，侪是真的。搿么到底啊真了不真了？嗯，吃不真。上海从这个本帮么子，还有吃酱猪肉。哎，酱猪肉是上海搿是顶出名了，哎，对伐？酱猪肉那个辰光叫大红房，大啊，大肉生个大，叫大红房酱猪肉。后来过腔了，哎，戴沫路开家人家叫大陆房酱猪肉。哎，再过腔叫啥子？辣十六铺又开家叫大七房。哦，伊一房一房加上去个，但是生意交关好。经历过那个年代，尝过经典本帮菜的滋味，说起如今到处林立的新的本帮菜馆。这两位老人有些无奈的情绪。现在讲不讲本帮？哎，侬真是本帮，你绝不是本帮。哦。哎。对个对个。味道又不对，是有点辣个。是个。哎。哎。哎，这个。那么说法呢？也不同了哦。跟本帮不一样。从这个圈子啦，我吃过一趟，好是老城隍庙，老饭店。一个圈子下去后日，里向是一圈圈一圈，而且塌手。现在有趟子我去吃，哎，也是草头圈子一家饭店去吃的，一里向的是把个鸡肚子、鸭肚子塞了里向。我一吃一咬，搿肚子哪能好拉出来刚上的了？现在搿酱油排骨外头嘛，涂点面包粉了，哦，弄点啥物事？没没，从前个酱油排骨没个，哎呦，都好炒上来，辣黄。哎，搿没事。而且特别嫩。哎，我讲一块块小来鸡，要搿能介小来鸡，不像现在能介一大块，勿是搿能个。本帮菜的原汁原味在慢慢流失，而且有些菜几乎已经绝迹。刚才两位老人提到过的一道本帮菜青鱼脱肺，别说滋味少有人尝过，就连这个名字现在听说过的人也不会太多。本帮菜原先的主要材料都来自野生，而如今养殖的食材、化学成分的调味料都让本帮菜的原汁原味难以维持。时代在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在改变，但是上海人细致的个性和本帮菜之间从来都是相辅相成，
直至今天孕育出新的海派味道，也和本帮菜是同宗同源。王宝和饭店的蟹粉狮子头就是其中一道，这道新式海派菜肴将洋帮名菜里的狮子头融合了本帮菜的做法，成为一道既精细又不失草根本色的名菜。当时我最早做的时候就是蟹粉狮子头，当时年纪轻呢也不懂啊，好像就是这个肉把它打好以后拌匀以后，就是蟹粉进去啊，把它手上拍一拍放水里煮就行了。但是其实呢，出锅要怎样保持它的狮子头的表面的光滑，还有汤要清，汤的味道和狮子头的味道要相同相接近，成型的时候呢，手上呢一定要捏上湿的淀粉，它就做出来的那种狮子头呢是很光滑的，吃到嘴里呢是嫩滑。蟹粉狮子头的要诀也在于前期准备和烧制的时间，这看似简单的一道菜却蕴含着许多秘密，这和本帮菜的规则一脉相承。新时代的上海菜总有本帮菜深深的烙印，本帮菜对于上海人的意义就是这样润物细无声地融进了脑海和心里。不管你是住在弄堂亭子间里的小孩，还是经历过血雨腥风的青帮老大，始终都会记得这口心里的上海味道。本帮菜中很少有高档的食材，那么它如此诱人的秘诀究竟在哪里呢？酱油其实就是本帮菜中的秘密武器，当酱油和糖在锅中长时间熬煮之后，此时五味调和，诞生出传说中的浓油赤酱，这是一种全新的味道，也是专属于上海的味道。而为了把普通食材做出独特的味道，还有一种神奇的调味料在上海更加深入人心，如今这种独一无二的味道仍然在上海被人深深热爱着使用着。本帮菜中有许多传世名菜，糟波头就是其中之一，这道菜也是上海老饭店的镇店之宝，只有识货的老食客们才会点上这道其貌不扬的菜。既然叫糟波头，那么可想而知这道菜的核心就是糟，而老饭店里用的糟更加特别，它并不是现成的调味料，而是厨师用酒糟原料慢慢的调出来的。吊糟是一个神秘的过程，一般情况下外人都难以一窥究竟，这一次我们摄制组有幸拍摄到了老饭店吊糟的全过程。现在我做清糟，放这个花雕酒放在这个泥糟里面，花雕酒倒进去了以后，我就要搅拌一下，把这个泥糟跟这个酒要混合在一起。现在我很好了，我现在放在纱布里面过滤一下，通过这么24小时的过滤，这个清糟出来以后，一个是有香味，一个就是挺清的。我们现在做混糟，那么我把这个一斤的糟放在这个桶里面，加这个净水，一斤这个糟加四斤水，现在我们已经浸泡半个小时以上了，那么现在就是慢慢的跟它跟水搅和融合在一起，混糟很好了，我过滤一下，慢慢就会成为我们要用的混糟。糟波头这道本帮名菜使用的就是糟香浓郁的混糟，糟波头烧煮的关键也在时间二字，烧煮前先处理猪肺、猪肠、猪肚等内脏，将这些廉价的食材洗净，用盐酒去腥去油，这要花上很大的功夫。处理好的这些内脏就放入清水中用火炖煮，这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直到这些内脏煮到酥烂，然后放到高汤和糟卤的汤之中继续烧煮，直到糟香四溢的时候差不多可以出锅了。不过最后放入猪肝，因为猪肝多煮易老，因此最后放入。这个菜擦过那个把用做呢，要让它擦过洗，擦过洗头才好把做。做的辰光基本上要碎，搿只难点就辣辣高头。一般性就是讲我。没十年功夫是蛮难做这菜。用糟卤菜是江南地方的传统饮食特色，几乎每家每户的上海人都喜欢用糟来调味儿，许多经典本帮菜都离不开糟的味道。
例如糟溜鱼头、糟卤菜。随着时代变迁，口味增加，上海人在调味上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但是这种独特的味道从来没有被上海人忘记过。在上海的奉贤区有一家不大的厂，每天都要生产出上万瓶糟卤，不仅满足上海的需求，还远销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糟这样东西对上海人来说是既亲切又神秘的，上海人家家户户都认得它的味道，却很少有人看过它是怎样诞生的。在这个生产车间里充满了酒糟的香味，我们能够尝到的那些美味不仅来自厨师，也来自这些从事这种枯燥机械劳动的人们。第一道工人呢，6点半上班了，每天工作量呢挺忙的，一般都要忙的时候呢都要12个、16个小时都要干的。张林是糟卤厂里年轻的骨干，但是他投身到这个古老传统的行业里也已经20年了。糟必须要达到3年以上才能够有一些特定的香味，一般我们小于3年的我们都不会用的。张林自己就是因为喜欢糟的味道而爱上了这份工作。我这两个东西特别喜欢，不是我自己生产的了，是我喜欢，因为这个口味挺适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那个糟卤还有一个特别的功效，就是糟卤和料酒拼合用的。你假如说红烧猪脚，对呀，加点糟卤，加点料酒，口味完全两样的，有一个特定的香味。这种上海老味道对于上海人来说，甚至有一种骄傲的味道。糟香味不仅深深诱惑着上海人的味蕾，现在更是有许多人都开始接受它。现在北方城市，这个量也慢慢的上来了。就看我们这个香糟卤的销量来说，北方南方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这量都是蛮大的。本帮菜曾经带给上海人的饮食口味永远都不会改变，成为了海派味道里最核心的东西。但是有些传统的东西还是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消失不见了。上海曾经有一家著名的本帮菜馆老仁和，在八仙桥一带，他的糟卤菜美名远播。但是老仁和在2005年底因为市政改造而歇业，自此再无踪影。本帮菜仿佛也面临着相同的处境。上海菜因为它烹调的时间比较长，一般烧一个菜，红烧的菜基本上都在40到45分钟以上。现在人工成本很高，像粤菜的话，它基本上都是上浆化油，然后炒出来一般10分钟可以做一个菜，而我们要40分钟一个菜，所以你用户成本高了以后，你现在一般的饭店就很少去烧上海菜，所以你有可能就面临着我们上海菜的失传的一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菜系的竞争，本帮菜中的许多传统也在慢慢的失落。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是否还能找到那份在记忆中的本帮味道？秦卓南今年33岁，他是任德峰的亲传弟子。本帮菜里著名的油爆虾是秦卓南的拿手菜，这个菜的要诀在于快。虾的入锅、调味、起锅需要一气呵成，仅仅有10几秒的时间，虾要熟，壳要酥脆，但虾肉必须保持鲜嫩。这10几秒的时间里，包含着多少次的练习，多少次的失败，也包含着多少的传承。我师傅是本帮菜系的代表之一，有一趟师傅到我上面走过了，所以就讲侬搿道烧卤大鱼搿份力没到，搿我也不相信，我讲哪能可能呢？辣辣我炸鱼头的辰光，伊帮我讲慢，油温没到。辣盖鱼头落锅了以后，伊帮我讲又慢，讲侬等一等，要煎透。煎透了以后，搿鱼头就恢复出种香味道，香味道出来了以后再投料。所以讲这菜相当难烧，如果烤我一家头，要去捂，搿是老难的。就师傅搿那么一句闲话，慢，等等，搿那么几个老小的时间，就让搿只菜成功了。当厨师是秦卓南少年时期最原始的梦想。从小喜欢在家里摸摸勺子，
然后拿菜刀，当然那就是玩的啊，是我喜欢去搞，但不一定要吃，吃不是一种乐趣，而且我说邻居啊，那些哥哥妹妹啊都来，哎，你们坐着，我搞点吃，但可能是不能吃的，但是他们也觉得好玩，都坐着等着，我觉得是一种兴趣爱好，我愿意去尝试，要让人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女孩子是能做菜的。一个女孩子学的还是本帮菜，其中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说女孩子干这个粗重的活，首先一点，你锅拿不动啊，给她拿个锅试试啊。我原先最早用的是那种港灶，粤式的那种港灶，然后改用那种七星的灶，那种小灶。小灶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你那个东西你拿不动，就不可能啊，对吧？我心想怎么可能啊，来给大家试一试啊。原先都做一些素菜啊汤类的，你怎么老给我做这个呀？我能做大菜的，我会的，对吧？但我又不能老很那种倔强的啊。当然机会都要师傅们都给的。上海这座城市最相信勤勉的人生，因此本帮菜的味道也是扎实而醇厚的。我们相信海派厨师的坚韧会让这流传百年的味道继续传承，我们相信秦卓南会在坚持中等来实现梦想的那一天。有这一天，这天来到了，我很开心，因为我用我的行动，用我所做的菜品说明我是一个女性的同志，但是我同样能够胜任男性同志做的事情，甚至可能比他们做的还要好，说明我那时候的那种坚持啊是成功了。每天晚上从老饭店下班后，秦卓南都会迎来灯火灿烂的城隍庙，这里标志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与传统，告诉你上海从何而来，这里也保留着最传统的上海味道。而就在不远处的黄浦江对岸，早已摩天大楼林立，那是上海当下与未来的标志。这座城市快速的变迁并没有改变上海人的饮食习惯，上海人对家乡菜深切的感情，从杜月笙到任国峰再到秦卓南，我们都可以看得见。本帮菜不仅仅是一种味道，有时是乡愁，有时是传统，有时是习惯，还有时是一种梦想。市井赌徒竟摇身变为黑帮老大。杜月笙这个人呢，是不愿意过这种非常平凡生活。他进军金融业、交通业，漂白自己做个真正的实业家。大概有72个行业的，都是他的。董事啊，不是董事长啊，不晓得什么东西。在流氓这张标签的背后，杜月笙究竟有怎样复杂的内心世界？现在辰光第二个小时，